画画是我的本行，但我不是画家。来找我的人都心甘情愿给我捅。针是我的工具，人皮是我的材料。别想歪了，我是个纹身师。身体是潮流的伸展台，更是彰显自我的竞技场。有的人选择在身体上大做文章，愿意以痛来换取刻骨铭心的烙印。当纹身成为一种时尚的表现，它神秘又带点诡异的面纱将被层层剥开。他纹身的时候，他们是用鱼骨跟一个硬器去敲它，发出一种声音叫咔咚咔咚咔咚。那每一敲下去都中骨，所以都发出一种声音，跟他敲的时候一个声音，中到骨又发出一个声音，所以就后来演变成 tattoo 这一句话。通常呢，我们一般都会注意我们的气，因为假如你不闭气的话，就跟开枪一样，那个枪会抖，手也会抖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闭着气。第二样东西就是它的角度，下针的角度一定要正确，歪了的话就好像磕石头一样，磕错了就把整个皮都磕出来了，皮都磕出来了，皮都磕出来了。每个人都只有一张皮，所以绝对不能出错。日文下针时必须好好的控制自己的气息和力度以及下针的角度，这样才能纹出效果不同的线条。例如下针的角度和皮肤越是垂直，线条就是越黑越浓，如果角度不对，线条就会浑开，皮肤也上不了色。其实我们纹身的话，皮肤有分成三层 epidermis, dermis 跟 fat。 那么我们下针的话，通常都会下到 dermis 的 area， 而不会下得太深。理由很简单，以前的人下得太深，它的效果就是蒙掉，它的线画完之后过了五年，它每一年它都在扩散，因为它画在脂肪，脂肪是油，那么油会把那个颜色扩散，它慢慢的扩散，久而久之十年二十年之后，它整个图案都是黑色的，你看不出它是花或者是什么动物，已经不存在了，全部都是黑黑的。这年头很多人对针头的卫生特别敏感，所以纹身的针头如果不是用后即丢，就会在每次用完之后用高温消毒，以确保卫生安全。瑞文说，以前的人用竹子绑着针或拿刀片刺出想要的图案，现在则有电动针头代劳。这种机器除了省时省事，还能确保割出来的线条均匀流畅。基本上针头有分两种，一种是圆的，一种是扁的。其实不是说它针头是扁哦，是它 group 起来的时候，比方说五根针放在一起弄成这个形状，我们称之为圆的。五根针放在一起这样放，我们称之为扁的。那么扁的通常是拿来做上色，或者拿来做 shading 用，就是做影子的。那圆的通常都是拿来画线。假如说我有十四根针的话，那我十四根针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它就比较粗壮，那么它画的线会比较粗大。那粗大的线通常会放在背后。电动针头会像吸管一样吸取染料，然后再把染料注入皮肤内，形成缤纷的图案。黑、蓝、红、绿是纹身常用的颜色，不同的颜色会和肤色的深浅产生不同的效果。我们是王种人，我们的皮肤带有很多王的那种 pigmentation。好像你说放白色的话，过了一个时期六个月过后，它的白色慢慢会转黄色，好像牙齿的颜色一样，没有洗，所以非常难看。通常你加了两次三次才可以有点把握说它会白哦。不过也要看有些人好像皮肤肌肉，我们有分 A 一等级到十等级，比方说每一种种族的人都一样，有的皮肤你一看上去它是粉红色的，你画一条线它马上就出现得很漂亮，它很上色很容易，但是它有个缺点，你不可以做错，你一做错那条线马上都看得出。
Oh, I'm glad it's over. Have you ever been scratched? Sort of like probably a rough bit of glass, just constantly going over your skin like that. 其实痛对每个人，痛其实没有一个 standard 去 measure。有的人给蚂蚁咬到，他就会很痛很痛。那有的人给石头撞到，给刀割到，他还说可以了，不痛了。连你叫我怎么去衡量个人的痛呢？所以痛没有一个定义哦，所以痛没有一个定义哦，所以痛没有一个定义哦。老实说，有皮肤的地方都是可以纹身的，但是好像手心、脚板、胸口、嘴唇等部位，因为皮肤比较嫩，刺上去就会比其他的部位来得痛。瑞文说，纹哪里倒是次要，纹身的念头是不是深思熟虑，那才是重要的。钱花了，我们赚得回。痛过了一阵子，你就忘得一干二净。假如纹在你身上的那个马丁是永远的，它不能够洗掉的，不是那么轻易可以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。它怎么说都会有个疤痕在的，有个印留在那边，那又何可呢？这是象征着说我做人其实没有先考虑好，没有先考虑好，没有先考虑好就去做，这是反映了一个人的思想问题。人的一生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感悟自己要的是什么？虽然只有36岁，瑞文却已经经历了好些人生转折。5年前，他毅然踏入纹身这一行，不是为了颠覆传统，而是为了肯定自己未完成的梦。曾经做过推销员、造船技术工人，甚至出过家当过和尚，他认为尝试才是人生。他说，能够把想象变成现实，令他既快乐又痛苦。我第一次纹身的时候，是因为小时候就纹在背后，自己也看不到，也不知道他怎么做，所以第二次的时候想要学的时候，想要偷师，就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身体去给人家做，所以我就选择做前面这一部位。那我想做小小的话，也看得不清楚嘛，不如直截了当一点，做多多，我有多一点时间去看他怎么做。当他在跟我做的时候，他久不久就头拿起来问：“你不痛吗？你不痛吗？你不痛吗？”我就会看着他说：“痛。”但是他问我：“你为什么没有反应？”其实我不敢跟他说，我其实在偷师，我哪里可以有时间去想透？我只有时间在想你在做什么，你下一步要做什么，你等一下要做什么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只有这个时间去想你怎么做，其实没有时间去想痛，所以感觉上他认为我不痛，其实我很痛。起初他自己去纹身的时候，我就反对，我看到他纹身回来，我就骂他一顿，都没有办法都纹了。So in the end。他后来他讲他要做开做纹身，我就跟他讲，你做纹身赚到几块钱，有几个人要纹身，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纹身。他讲，不过我想过来，他喜欢，如果他有兴趣的话，他要做哪一行，行行出状元，没有办法，他就喜欢咯。1年前，瑞文和另外两个朋友向宁阳会馆租下了丹绒八阁2层楼的店面，开了本地第一家纹身酒廊。这个全新的概念来自过去买酒来看他纹身的顾客，从门面设计到室内装潢，酒廊老板是他，纹身师傅是他，打杂的也是他，里里外外样样都自己包办，亲力亲为。我朋友在纹身的话，我坐在外面好无聊哦，走来走去不知道做什么好，所以我就对他提起这个概念。就这样，我觉得是一种很新的特别的不同的东西啦。就从这边开始，我们就有这个概念说去想出这个跑来做咯。以前我认为纹身好像是就是跟黑社会有关系的，
跟罪犯啊、吸毒啊都有连带关系的。可是后来加入了这个行业之后啊，就是慢慢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。纹身经常给人们负面的印象，认为它和私会党、黑社会挂钩，不是什么光彩的记号。但是身上有纹身的人就一定是三教九流吗？这三个生意伙伴认为，现在的人不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有纹身的人，而来纹身的人都把纹身看作是人体艺术的表现形式。当然，对瑞文来说，艺术也必须能赚钱。他纹身的收费是以每小时100元来计算的，一般的图腾都可以在1到2个小时内完成，图形复杂的就必须分阶段进行。瑞文说，他最拿手纹龙，必要时还会建议顾客怎么样去突出作品的神韵。当我们想到龙的时候，我们的概念就是一个很巨大的动物，不可能这么小条嘛。因为你坐在手上的时候，你一看这手一拉起来，那是龙吗？好像条虫耶。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，做个整大的龙头先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神龙见首不见尾。当你龙头做完之后，你慢慢考虑要不要再加上去，起码不会浪费了那个位置。挺满意的这条龙，因为它看起来它还有点滑动，会生动。当我手臂摇动的时候，这条龙好像感觉到它也有点灵活这样的。而且周围的朋友看起来这条龙，他们都赞得说这条龙纹得很出色。虽然说顾客永远是对的，但是瑞文也不会昧着良心收钱，他会适当的给顾客提意见，即使不中听他也会说，因为一旦刺上去想后悔啊也很难有改变了。有些客人就特别欣赏他诚恳的态度，不会为了赚钱而牺牲顾客的利益。他是为了艺术而纹身嘛，啊，虽然对啊也是一样收钱啊，呵呵，只是说他会给你意见，他会叫你哪里应该放，哪里不应该放，什么应该放，什么不应该放，因为他可能是自我满足也是吧，他希望说他画出来的、做出来的，人家满意，他自己看了也会满意。纹身不只是流行的代号，有些人甚至懂得利用它来掩饰难看的疤痕或胎记，也有人纯粹以纹身来代表一些记忆或提醒。瑞文说，纹身是会随着生命呼吸的艺术，所以来纹身的人都应该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，不应该盲从。他没有什么创作原则，但是他通常不会给思想不成熟的青少年下针。作为一个普通的人，现在才只16岁，他走进来，他跟我说，这边跟我放爱恨仇，爱与恨还是爱仇恨还是忘记了，有爱有恨就对了。那我就跟他说，你放在这边，我们试试看握握手好不好，一握手反过来是不是看到爱与恨，那你要找一个比较说CEO level 的，好像 manager level 的工作来做。我跟你一握手，假如我的态度是有纹身就是烂仔，我不会雇佣你啊，我不会请你啊。瑞文的绘画技巧是无师自通的，每一个设计都是他亲笔绘制，尽可能不重复。他说，目前最受欢迎的是一些部落的图腾，流行的指标是以优美的设计图取胜。过去那些既夸张又凶神恶煞的神兽，早已经过时喽。在他看来，创意无边，艺术无价。他没有最满意的作品，因为每个完成的图案都是他的呕心之作。
他认为只要作品看起来整体统一，颜色搭配得恰当就不错了。其实艺术的眼光里没有叫做好的作品还是坏的作品啊，是其实假如我们讲艺术需要吃饭的话，我就会跟你说我一个小时赚你100块，但是假如你是说我那个艺术只值100块，我告诉你哦，我不会去把这个艺术挂个价钱，因为艺术是没有价钱的，只要你喜欢它就是个宝，你不喜欢送都没有人要，送都没有人要，送都没有人要。艺术无价，但是面包有价，更何况她还有一个家庭要养，负担不轻。丈夫从事这门另类行业，太太始终支持。她甚至还把丈夫比喻成一个在皮肤上刺上永久彩妆的裁缝师。话虽如此，创业男人背后的女人还是难免有些忐忑。蛮辛苦的。他认为艺术家通常都是很穷的，他说艺术家都是穷的，先苦而后甜哦，啊，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们有家庭，所以负担比较重。那么他们这一行业就是说，不固定，不固定的，所以有时会很难过。对，这是老实话。好像麦克安杰罗他的一生好像都是很穷的过日子哦，只有他离开了世间之后。他的还有知名度，他的画才留下来给人家欣赏。那个时候就是说，他活着的时候他是苦的。一个星期工作7天，瑞文难得有时间陪孩子，很多家里的大小事都得由老婆代劳。我没有钱呢，妈咪有钱，我没有钱呢。你叫妈咪买，啊，小咪买。太太一个人要扮演两个人的角色，说没有牢骚那是假的。他太小了。那么他有苦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也不在，那只有打个电话来跟我诉苦。那遇到我在做工的时候，一只手压着电话，一只手在纹身，那不知道心情是要听他讲还是要纹身。那最后决定了，就是一心不能二用嘛，我就要放下那个听他讲。讲了之后我就说OK， 那我看我回来怎么处理。那通常我们在心理上有点上下不安的时候会影响到我的艺术。那他也蛮好啊，他通常知道我在忙的时候啊，他不会打电话来烦我啊，他也不会跟我说诶你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不会啊，因为他知道我现在在忙啊。然后我就会在电话上觉得我真的很忙的时候他打来，我只有一句话，What will aim me? What will aim me? What will aim me? 他就会说 OK 了，他就放电话了。因为工作上的需要，他经常得和顾客有非常近距离的接触，特别是碰到女性顾客时，问题就来了。这样的尴尬场面，做太太的顾虑可想而知。心理压力一方面，好像说。我每次都会接触到很多女性，连纹身的地方都有很多，有些是衣服遮住的地方，连有些地方都要把衣服脱了光光的那一类，连对她来讲是一种很大的负担。不会啦，因为只是觉得说，因为我们在很女孩子嘛，有很多敏感的部分嘛，所以我说，当你在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，要特别的小心，特别的小心，特别的小心。但是问题就是你把它当成是性器官当然尴尬了，但是好像一个接生的医生他天天都在接生啊，怎么他不尴尬呢？那在我这个情况之下，我只是看到我的艺术，我没有看到别的东西啊，在我眼里别的东西都不存在。或许是因为心中没有邪念，对人也无求，很多时候纹身的顾客都把他当成了朋友，不论男女都向他倾诉心中的惆怅和烦恼。所以慢慢的我也演变成一种，你讲完过后我也就像精神病医生一样，把你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。你进来讲完了，我听完了，你松了一口气，你出去把那个石头放在我这里，但是我也没有搬到你的石头，我就等它自己化掉算了，我也不会把它搬出去。从此之后只要看到这个纹身，
你就会相信你说啊，上一次我在哪里可以放下一些压力，这一次可能你要继续放下一些压力就来找我喽。连找我的人未必是一定要纹身，有的人只是来找我喝两杯酒就把他的心事说给我听，因为上一次我已经接触过这么靠近，所以这一次已经不需要了。世上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，所以他觉得做人应该活得像个孩子一样，乐天开朗，宽心自若。既然我对画画有这个天分，那有一次我就去想，假如我老是在想，假如我这样做，假如我那样做，其实我都没做，不如直接去做，变成我是，不用再问 what if， what if 就是你不会去做才 what if 吗？既然我已经做了，那就不用再考虑 what if 了咯。少了患得患失的心理，只有游走人间的心境，难怪他活得逍遥自在。新传媒电视第八播道。